那在今天开始要进入药师如来十二大愿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佛教，也就是佛陀，他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来聆听佛法？因为我们众生是处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然后是很烦恼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是很正确的想法，行为也是很错乱，甚至于说出来的话只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非常多的伤痕。那佛法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时世尊示现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从开始的第一刹那与世尊接触之后，然后延展到我们自己成佛中间可能要走的路线。所以如果我们幸运得与世尊同在一个时段，也就是佛在世时，那个时候我们直接接受世尊的指导，那世尊告诉我们什么？世尊是希望我们在他的指导之下，那一世就可以远离无明烦恼，那个时尊就会用的让世尊的教导我们就会用的五开了，我们的清净佛性就现前了。同时世尊当时就示现，弟子们就示现行菩萨道，每个人的概念、行为、身口意直接做调整。所以正法的时候大家看来经啊，那个时候众生的慧根深厚，也就是容易能够证得清净自性，言行举止上面可以连贯性的马上衔接，马上修正。所以世尊告诉我们是希望当下就可以完整圆满的展现。那众生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们不是立根器的，事隔这么长远的时间，我们不能够真实的完成当时世尊教导的那个模式，没有办法重现的，所以自然的我们还会延展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生命结束之后，我们不如佛，我们也不是如所谓舍利佛，世尊为他受记啊，一鳌拜吼，什么时候成佛，名字叫华光如来，阿难呢什么时候成佛啊，叫什么如来，因为那些人都真稳啊。当时世尊的弟子身口意都做了大整理，所以他们持续自己已经知道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嘿，不用人欢乐。那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当世尊他知道这么多的众生哦，叫你这拢个是足级别啦，每个人的习气很重，而每个人的智慧没办法现前。身口意乱七八糟，所以世尊就介绍，过去有佛，很多很多佛成就，药师佛也是过去成就的佛。那现在呢，十方诸佛净土也有很多佛成就，未来还有很多佛会成就，当然未来指向包括烂的丢了，包括我们，只是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哎，我们肯定一定会成就。这过程里面也有一些众生迷糊呢，他是迷糊世尊教的时候，哎，身口意就变过了，所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然了，当时有很多菩萨的文殊师利菩萨啊，他就很自卑的，他就问世尊，世尊啊，后来你没得了啊，你的正法时候那个时尊，你的地主亲临现场，由你直接指导的这些弟子，他告诉我们，他来指导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法的味道开始在变啊。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世尊就介绍很多相法时期，就世尊不在了，
那后来的众生，你们怎么学习？这个时候，世尊不是拿他的法功啊，外法因万的下卡力，他讲相法时期，世尊，你可以拿药师法门来修。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佛陀要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启动，我们启动了，我们想学习成佛的心，一直到我们完成的中间，我们需要多方接受指导。它不是一尊佛指导你，你就可以成就的。如果每个人可以了解自己往昔跟所有诸佛菩萨他的因缘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把历史重看一次，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非常多的佛菩萨的指导，而我们未来也要经过非常多佛菩萨的指导。这里面修行是一贯的，所以佛陀他讲的法，他是融会贯通一贯的，他并不是切的。你这句哎，这阵佛相应你，你后拜你都会晓，出世的时候你都会晓念阿弥陀佛，可能不是这样。我们要打开我们生命实况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在世尊当时完成一起生命结束的时候要安怎，我后拜要安怎。众生啊，根基不同款，众生差异很大的。有的人是在相法时候才听到佛法，那我们请问诸位，你在什么时候听到佛法？可能有人会马上回答，我这句才听到佛法，这句是什么时候？有的人说我是末法才听到佛法，那有的人呢，心中早已经有善根，累生累劫有听过佛法了，所以这句来衔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记忆，在你的生命过程里面，你可能是相法的时候听到佛法的。也嘛有很多众生，这句连佛法是什么的，连想也不爱想，看也不爱看，听也不爱听，要跟你卡到就不爱，是不是？所以呢，修行里面要开发法身慧命，佛陀最重点的处理是在处理生，而不是处理死。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活着的现场，就是一种生命活着的状态。你这句是要处理你生命，还是要处理你死亡？其实你如果在座，我们来调查一下，这左右两边啊，有十几岁啊，你十岁哈，十几二十岁，你跟他讲你现在生命最重点，你老爸老母、学校、阿公阿嬷，任何人要教导你的是什么？直接回答，怎么过得好？生命怎么过得好？所以呢，我们两大主题，佛陀告诉我们的两大主题，过去不可改变，过去不可考，现在要完全掌握。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修行全部在想明天，这样梦想太多了，全部在想昨天，这样你这个人欢乐活在里面出不出来？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是过去不可改变，现在要完全把握。如果你可以达成，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是正法。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一挂在拖病古早，一挂在想后摆，你在里面都要经过很久的时间，都要洗洗洗到有一个概念，打架扭到哎，我知道我要怎么修了，那个时候概念完成了，行为举止开始，再来把佛陀当时示现教导我们的反映出来，欢迎现前啊，自己在这样走。所以这个时候就呈现了一种修行的模式。那如果啊，那个没法度，我们从开始正法世尊在的视线完全不弃入，
法在经过相法时期构行菩萨道，现在菩萨我们也完全不搭嘎。社会想法各方面都已经到某一种比较不好控制的情况，这样自己只好先管管自己的想法，把自己能够精神上提升出来继续走下去。那个时候世尊够指导很多种 生命里面要处理的角度。那我们看修行里面身的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处理得好，如果身口意正知见完全遵照佛所说，经典在法身在，这样我们来学习，这个人就是站在正法，因为诸佛无所不在，你可以在里面就可以感应道交，你心中就能够体解大道。如果不行的时候我们一定碰到死亡，是不是？自古百岁，哎呀，这个很少啦。讲是讲大家吼，拢会活到百二岁，牙乖啊做工课，其实呐困难呐，六七十岁牙乖啊都无一定要做工课。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碰到死的时候，世尊有讲哎，生命直到成佛，你会经过死生死生生死生死，菩萨不畏生死。可是这个生死生死的时候，我们会遗落什么东西？咱什么物件会怕无去？咱什么会袂记哩？咱要如何接续我们生命的主题？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是我有什么样的愿力？我即久想要爱安怎？我如何去完成我生命要完成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愿力无同款，有的人要无办法转。但是回归真正佛要讲的，全部回归净土。药师东方药师琉璃净土，西方极乐净土，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讲的娑婆世界，就是佛所证得的庄严华严圣土净土。所以这个净土这个概念，它是变一切，只是你要如何去清净你的内心，要第一能体达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心能够净的话，你所处的世界就是净，你生命里面要展现完成的东西，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多方向的，多面向的。这个地方世尊就有讲，理可顿悟，每一个人咱清净的佛性，咱拢有。理可顿悟，你这道理那了解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需渐修。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足侪咱过去结构出来因缘法，在座我相信你自己心里都有七七烟呐，感受到哎。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关系法，这个关系法就是累生累劫自己结构的嘛。这些关系法被如何解套，这个解套的过程需要历时多久，我故告板会完全解套，修行无到某一个程度，概念转轨进前都感觉业真重，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啊，世尊在讲任何的法门，任何的净土，其实它都连结，但是我们不了解的人都给拆了，开开开啊！你要去东方，我要去西方，咱两个不熟悉啊，惨啊！我跟你这句这么默契啊，后摆咱各分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每一部经它都做了连结，比如药师经，药师经里面它讲，如果你在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药师佛的指导原则之下，你会发什么样的愿啊？你安怎来行为？你怎么样来过这个日子？你如果碰到要往生的时候，有三种选择。第一，你发愿，你要进入东方药师琉璃净土。第二，人天
就是说你到天界色界无色界满足你想较好的这个环境。第三个是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其实经典里面它都做了连结。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以正法来讲啊，这个黑板上面有一点资料给同学看。以正法当时释迦牟尼佛所有诸佛都一样都是三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具足圆满。都是三业清净身口意清净。所以当时世尊呢是以音声以这个弘法利身啊说这个法要火兰娑婆众生能纳受。所以当时世尊所显现的是一切具足圆满。当时他是以一音演说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所以一音演说众生各得其解的时候释迦如来正法时身口意皆清净但是他特别强调于言语法要。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它严格来看的话药师如来在相法时期世尊所说的法世尊共的法持续在延展持续存在所以还叫相法。所以相法的时候不强调这个口里面还有心的发展。就像现在所有的大德那这个时尊也是很多大德在讲经说法所用的蓝本所有的内容都以世尊为主轴对吧所以他这个口上面他不强调。他要我们身口意如果世尊在的时候我们身口意没调今后我们错乱了。屁股跟他听听听到相法世尊不在的时候这些法要是不变的。不管利用浅显的也是利用深刻的语言其实全部都是在讲世尊所说的宇宙人生的道理。都是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的时候我们要从身里面开始去调整我们自己。所以药师经他讲的东西他重点在于我如何行持菩萨道我如何来救度众生我如何帮助众生。这个身上面的强调重点非常的丰富。所以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我们只抽十二大愿来讲。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他所讲的都是一个现况的处理。现况不是说你用行为就是你实质要去操作这个积功累德完成。那意念里面呢如果咱若是身口意那释迦如来在世的时候咱就三业清净咱就安全了。你到任何一个时段你都只是持续自己的本愿你知道你该怎么走而去完成。但是咱如果若是在听闻正法的时尊我们就要生去改变。那我们的意念呢如果我可以在相法的时候药师如来这个是代表我们身体力行的行为内心极然清净现前等于我在药师如来的状态证得清净自性弥陀。阿弥陀是完成啊。这也是完成它并没有切割的时间点。啊，咱唔捌的人拢讲啊，时间这个安尼一代一代一代，啊，你家我家遐家，其实你的生命是全盘的啦。那如果呢？好，拖拖拖拖，他世界也已经比较混乱了，人心也比较不那么单纯，自己业报业报业报卡了家己哦，未出卡未出手诶，这个状态之下。怕到我不可以随便照做我不攀缘了我不攀缘的状态我一定要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是身口意里面里面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所以如果
我真的牲口上面无法度经历环境内底，这个三业不清净，三障碍的障，这个障碍住的时候，我自尽其意，我用我清净的自信把这个清净呼唤出来，修出来，当时正得解脱。是在活着的时候正自信弥陀，还是我往生的时候能够借由弥陀净土西方极乐净土来让我持续修行，这样也是一种完成。可是完成之后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不是说我早来去西方极乐净土啊，我所有的小龙门行啊，你去看看，你若讲阿公某，你也是讲厝边隔壁，你欠伊500万，你家讲哎，歹势啦，我要来去瑞士佚佗，我要去瑞士啊，啊，我要来去佛学院读册，啊，你小给我欠一个，啊，我后摆行，伊讲好，安尼你去，你若家讲是嘞，你500万，我无要行你啊，迄无算小，伊敢要你走？你自己真的这个内心里面，啊，敢拢无挂碍？没有人这样的呼唤你吗？你内心难道没有你曾经造作500万的一属心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面每一个法门有重点，每一个时代有一重点要讲的这个法，相应于什么样的众生，它是一个完成式，也不是切割的。所以一直到弥陀如来末法时尊，我们身跟口如果能完成的人，那个时尊也是末法时，也是叫做正法。但是如果咱身口都无办法完成的时阵，咱敢若有办法做一项叫做自尽其意。自尽其意的时阵，迄个时阵重点，我们先修意，先修意之后，咱再来补咱的身跟口。所以，所有的寺院里面，它都是三宝嘛，三宝佛。中间释迦如来讲的是正法，一切圆满具足，你有办法接受纳受，好好学习，真好。无，你继续行，伊甲你讲，相法时期药师如来法门。你个无，你个继续沦落，到末法时期，阿弥陀佛上管用，它是有关系的，它是有一个连结性的，啊，咱们切干呢。清气，因为所有的佛拢同款啦，都是成就，无讲伊倒一项欠款，安尼可以成佛。那我们再看说，药师如来他讲的是东方，这个东方啊，咱当兵代表日出，日出就是我们生命成长。咱生命成长的时阵，应该爱安怎活落去？这个成长就是因呐。如果咱这个因你无做好，你即股抬人放火，然后念头乱七八糟，你讲我吼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唔是讲你袂使啦，你粒粒根的话，可能十念哦嘛是会使啦，但是毕竟福德无什么执着，无人给你打包票，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融合连结性啊。那以东方经典里面，他讲东方日出育因，它是生长点。出世的时候，咱如何来处理咱的生命？西方，极乐世界日落育果，结果咱结果结的是什么果？有的人讲我一世的人念佛就好，啊，如果呢？如果你的心念跟你的行为是一种非常的这个小乘。封闭的，啊！你讲我念佛就好，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唔是袂使，你绝对会安怎？趁愿再来，你绝对需要趁愿再来，因为真济代志你无做好呢，你欠的小真济啊，该度的众生真济，唔是秘在遐就好啊。所以你走的是什么路线？解脱，趁愿再来，一直完成度尽所有你该度的众生。有缘无缘的众生，自利利他到成佛，路线就是这样。如果你在正法时阵现世修正，
就是咱敢若有办法像阿兰、像夏利佛，安尼一切好办，家己要行，唔免佛祖在世，你嘛袂差错。那如果呢，相法时候概念有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完成你该完成的，迄就是说我来完成，我完成呢，然后成佛是在当下完成，连结连结怎么样的一个完成，安尼成佛，所以拢是成佛啦。每一个人要行的路无啥共款，有的人较拖平，有的人较紧，这样子你就了解佛经它是有重点的。咱过来看，其实释迦牟尼佛的讲佛法主要处理有两个大区块，第一就是生，第二就是死。死生跟死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生死生死，我们不是可以跳出六道轮回了，暂时不行。所以我们 要归纳来分解两个方向，生的上面大家扪心自问，是不是想要活得好，活得好里面又可以修行，然后又可以证悟解脱自在，是不是这样？老实说啊，是啊。不，你说我念佛吼，我唔免活好，囝诶，你唔免赚钱给我，我以后死不要紧。啊，不，你做老爸老母的讲，我念佛多好，啊，恁家己哦去外口分，去分顿来吃，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这里面它本来就是涵盖什么？我们生的展现。那活着是要怎处理咱的生命？生的这一块，谁不想离苦得乐？不是死才要离苦得乐啊！老实说，生要活得有智慧，赚取正确的财，这里面包括物质的财，还有法身慧命的智慧之财，对不对？但这里面基本条件要把握好，这没有什么错啊！你跟少年人说啊，那都假，一切如梦幻泡影，那钱都假。哎呦，讲爸，无你嫁拢给我，真的老你，无好不好？是不是？我要爱嫁，我不爱真的。这个地方，这生命的现场是每个人很重点的重点嘛。所以佛经里面他处理生的状态，就是散落在三藏十二部来对，让光菩萨得，那如何自立？八正道的生活啊，如何利他？啊，如果讲咱咧讲死。如果现世你有修，你呈现出来的修行之果，修行之果能够如佛一样成就，我嘛讲伊真久呢。所以，如果我们死是一个继续状态，佛陀要教导我们佛法，伊不是跟你讲，你这世代人念佛就好，也是你这世代人行菩萨道就好。其实，所有的菩萨终究会归净土。一过来其实是在清净中出发，一继续行，持续修行的路，直到完成毕竟解脱。所以这里面连结的，所以你说死的问题，我去向哪里？我去向哪里？你本身生跟死，生跟死是连结起来的，它不是生我切一归啊，死切一归，然后我只不来，我就一直保持死的状态吗？其实死的状态是咱活着的人咧，就是讲死去啥拢无，唔是呢？死了之后还是一样，我们有精神层次的一生生呢，一生生停留的状态，就叫做中阴身呢。所以这个时阵生跟死是一致的，它是一贯，一直到你成佛为止，迄无走险的啦。那我们再来看说，修行里面，佛灭后，刚刚有大致介绍嘛？大致介绍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呢，我们来看说经论里面呢，它有很多很特殊在讲解我要怎么办，那我要如何来完成我生命的重点？这里面就一定会碰到一个愿力的问题。所以说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那今天在座你有没有愿？有。
现在我们不用你，唔免问讲你什么大官、出世间的官，咱即摆问头前的妈妈，你想要爱恁囝安怎？后摆会晓家己赚钱，查某囝会安怎？会晓家己过日子，是不是安尼？这个叫做世间人的短期期待，对不对？那是不是要帮助他更好？是不是这样？你没帮助任何人，这更好哈。这个是母亲。那如果是后边有阿嬷，你会希望恁孙安怎？在小行尔，你会希望安怎？紧紧大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应该是精神健康，身体愉快都好。你安怎想呢？你是不是想讲做一个有路用的人，即世代人用个神经发上根启发，地位现前，未阁做社会这个败类啊，米虫一条。好啊，上好用个学分，啊用个成分，是不是安尼？是不是近期的、远期的、有关系的、无关系的？所以怨呢、啊，我们世俗每一个人的期待心呐、啊，对家人的祝福。这些东西，咱成就出世间大愿的基础，伊毋是无关系，其实伊是有关系的。咱今麦来教育咱的家里是谁，厝边隔壁，所有的一切，你是不是都有一颗殷切的心，希望伊搁较好？这个是不是就如同药师如来，它本身含义在里面呢？其中主逼涵盖在里面的那种慈悲心。是不是一样？是一样啊！可是路爱给伊家己行，路是不是他自己走？啊，你细细念、细细念在甲伊教育，你是不是就敢那释迦如来？咱搁讲嘛，你家己比看卖吼，你想讲我在讲啥？你即马希望恁囝行好、学好，是不是安尼？恁查某囝、恁什么人心都希望他很好，你是不是把你生命的经验一直在讲给伊听？伊有甲你听入去无？加减无一定真多，啊路是爱向行，伊行毋是你行，啊你是毋是敢若药师如来？伊就是毋是后摆伊要行伊，啊爱行伊世间的法，啊然后再去出世间法，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是啊，所以我们都把佛经哦，啊你管了管了哦，虚无缥缈间，跟咱拢无关系。佛祖咧讲的话哦，同款啦，国语、台语啦，土话啦，意思拢同款啦。那今天说，哎，诸位大德，知乎者也，你听有？不可能啦，当时的众生拢甲咱同款，叫做无痴的，都是愚痴的。那你讲吼，今嘛咧讲后边阿嬷吼，你会记你叫做阿嬷吼，你阿嬷你期待恁孙，你是毋是细细念孙嘞？你后摆就爱安怎，后摆你就爱安怎。你后摆若唔知影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爱想着阿嬷甲你讲过，你就敢那要，你就敢那释迦如来咧甲你讲，你后摆会记你，你爱念弥陀啊！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后摆呢，你就是爱好好学习啊！你唔通做歹代志，啊那乌白做的时候先卖做，甲心敲正，安尼才会使，是不是一样？所以修行里面跟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修行就在生活里面。佛法觉悟在世间里面呢。那我们来看这个东方齁、哦、讲运行啊、哦、日出育阴啊，生命成长的运行之初，由春向东走，所以呢由春夏秋冬嘛，所以呢由东向西走，这个就是修行里面一定要行的路线。譬如啦，譬如你逃出来，哎，那等等，我们生命要处理的办法是不是要怎么样？滋生延寿，生命要处理的好，生命的现象要掌握的好，所以属于东方药师佛所讲解的世界，其实它呈现的就是这个世界。如果你细细读，你就知道药师佛的世界根本就是咱人间本身要呈现的样子。你每一条，你每一大愿读出来，你都发现他就是在讲人间净土，他就是在讲这个东西。那你如果做得好的时候，无灾无难，
那所以各取所需啦，每一个人读有你就知道怎样走。那药师法门跟弥陀法门其实应该平衡发展，应该是要平衡发展。但是大家我们现在知道有弥陀求生净土，其实现况中要处理它，有没有这种欲望，有没有这种需求？有。那我们心中不知道说药师法门它就是把我们人间爱处理的事情讲得很明白。如果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活得好修得好，你本身功德不会，我们功德这两字啦，功德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摸到的。功德这个东西不会说我在读药师法门的时候修的功德来去西方净土不用的，没这个事情，知道啊，我念佛的功德的时阵，我的社会里面没用的，也没有 这回事。其实这种就是成佛的资粮。不管你在什么时阵，都赶快你必须积极的完成你该完成的部分。那这个药师法门哦，到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玉林国师啊。这个玉林国师哈，伊哈，我是刚咧他这个藏经的时阵，那读藏经的时候，一读到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一读到这时候，一发现这个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其实就是重点在福利现世众生，就是把世界处理好，没有脏污的，一切的人的这个生命的瓶颈啊，都可以得到正确的指导原则。可以繁荣社会，而且里面是有内涵的，能够修行。所以干嘛这个法门哦，就哈这个时代潮流。所以这个玉林国师哦，他就对于这个药师法门有弘扬，特别去弘扬。这个是要补偏就弊啊。比如说，有的人哦，都念佛念佛，念到整个人都闭在厝内，然后念到一个人，啥都不用做。啊，厝内底人拢完清债主啦，完清债主啦，啊，这个完清债主行未煞，念佛回向给伊，结果伊嘛是甲你用。这个时候，那个内心的痛苦啊，比对，我要来西方，啊，家拢足痛苦，其实嘛未去啊，因为你都要同辈几念的时候嘛，佫足晚嘞。你带着那个怨恨的心，你变落去西方，你根本就无可能甲伊相拥呐呐，你不可能原谅自己，也不可能原谅别人。所以这个状态里面呢，如果你听了药师经，你会知道，你怎样，这是一个平衡法，这是主人呢。那你会修正你的偏差的概念，偏差的概念，所以补偏就弊啊。如果咱有什么这个单一法门的执着，无全面性的时阵，安尼有一个作用。那我们再来看哦，我们过去有庞大造作业诶，这个包袱啊啦，受报的概念呢，压力很大很大。年轻人不可能来，咱叫猛笑人啊！在座只要30岁以内，那猛一讲，你业足重，你相信吗？你眼睛真的很大，看我，你业好重哦，你情爱好重才入娑婆，你业足重的，你怎样不？想说什么叫做业？我20岁呢，你跟我讲我业足重，一声就跟我讲死。年轻人听得落去呗？那该说你要好好学，那好好怎么样？然后学了一技之长，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啊，这个来，头前的这个，你业好重哦，你都要念佛往生西方，不你惨嘛你？你听得落去没？你看，因为目睭金金在给他看，对不对？你可能你有某一些宿世善根啊，你对业的那个感触，对生命所谓准则在哪里，你还真清楚的人，你还说这娑婆众生呢，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业，可能听有呢，不是大家都听有呢，你什么时候才听有，可能你55岁才承认呢。所以这里面呢，这种法门来讲，我们人都有一个理想，任何人都赶快，你什么法门都赶快啦，你有一个现世理想，现世理想啊，各方面哦，我卖作业啊，但是生活稳定，
他善心智慧现前，这是现世乐。有没有现世理想？没敢回答，是不敢想啦。不是你没有理想，你可能是二三十岁的时候有这种想法。人是有自己的现世理想的，那还有一个来世理想，是不是？是不是来世的愿景？来世的愿景是不是持续这一世，或是弥补这一世的不足？是不是这样？修行人之后还有第三个愿景，叫做什么？毕竟的理想，就是毕竟解脱成佛的理想。如果说药师法门不存在，不可能引进年轻人，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现世乐嘛。那我们现世乐、来世乐跟毕竟乐来讲，修行药师法门它的特色就是在给予世间人所有帮助，利乐，利乐有情，利乐有情之后，让他导入现世里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进而透过这个方便，让他接受所谓清净的正见，然后扬起他自然要学佛的心，最后自己把自己的来世跟自己毕竟解脱的这个愿力自己标出来，而不是我们替人家标的。所以为什么药师如来这个药师法门摆在东方，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自己要标出来啊，你能替人家立什么大愿？隔壁的你都没有办法替他架构起什么大愿呢，更何况说你的子侄。所以年轻人，或是说现在的这个科学啊，现代的人讲求的是所谓智能上面的，所以这个药师法门有它的时代性。那我们看东方净土跟中国的关系，那中国的关系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东方，这个经典里面讲啊，东方去此过时，庆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净琉璃，这当时世尊讲的。那西方呢，他说从事西方过时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世尊在药师经里面讲东方，在阿弥陀经里面讲西方。那这个在讲佛教的两个大法门，它的处所不同。那我们一般咱都戆戆啊，当就当，哈远就吼，十庆伽沙等佛土，赶快啦，等于十万亿佛土啦。那西方嘛，十万亿佛土啊，实在拢够足远诶。其实他在讲的是讲的一个起跟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它本身是一个大圆满的。你如果真正懂的话，你在世尊正法其实的大圆满啊。你没有办法，你就要这样绕一圈，哎，你才得到大圆满。它没有冲突。那在这里面呢，东方教主药师佛注重延伸消灾法门，也就是生的问题、挖掉的问题处理了后，教人能够修诸善行，现身得到好处。那西方净土呢，他讲的哈，那当然就是处理我们心念里面的，跟我们真正下一步要走的整个的路线。那正是真的说比较正是我们民生疾苦，正确的设法要来救济我们状况的实际的宗教，其实讲的是药师法门。那药师法门其实讲到现世乐，药师佛呈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技巧，叫做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其实药师法门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强很明确的这种作用，这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来看，我们说平常学习药师法门啊，自己想要消灾延寿，这合不合理？这是正确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对。它同时强调你要消灾延寿，不是重点在消灾延寿，而是借由消灾延寿的时候，你圆满你现况中
而且怎么样？开发自信清净，能够体证自信弥陀。所以他这个药师法门，他不是说自求多福，他不是自求多福，他同时有世界大同跟悲心，悲心啊，悲天悯人，悲心救度六道群迷，还有自己实质要修行一直到成佛。那这个药师佛一样，十二大愿讲是他在因地发菩提心，立广大愿，行大悲行，注重度生，利益他人，然后才修成佛，实现了清净庄严的琉璃净土。这跟我们任何修行菩萨道的人有冲突吗？是一致的。你说啊，我不想菩萨道了，我都不是菩萨，不要紧，你还是想要在你的生命里处理的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药师佛的这个经典，他讲自求福德加上净化身心。药师经他十二大愿你读下来就会知道，我们自求福德以外还要净化身心，祈求佛力加倍，同时净化他人哦，同时净化他人，美化社会，扫除杀盗淫妄酒，灭去贪嗔痴，能够慈悲自利利他。其实是不是跟世尊所说的佛法是一致？是不是一致？是一致的啊。所以转一个名称，转一个不一样的介绍主题，诸佛都是一样的啦。好，那这个地方其实药师佛所说的利乐人间啊，生平的这种世界讲的，其实还是一样，所谓世尊所说的理想啊，理想的菩萨境界跟理想的菩萨道行经的一种准则。那我们再来看，那每一个人都是会生病的啦。在座有没有人没生过病？没有生过鼻子的病，可能生过嘴巴的病；没有生过肚子痛的病，也可能头痛。每一个人一辈子里面都有病，那我们病有分好多种啊。诸佛都叫大医王，不是药师佛才叫大医王。诸佛都叫大医王，所以这个医疾病里面呢，我们如果说来分疾病，我们病有太多太多种了。主要生理上的病，生理哦，身体上的病是不是有老、病，还有死？这是现象嘛？现象里面生理的病是不是老、病、死？在座你最怕哪一样？你最怕病，死呢？不怕吗？不懂得怕，你回答得很紧到死，你死不懂得怕。小朋友你怕死吗？怕，没有想到自己死，害怕爸爸妈妈死，是不是？所以我们主要的疾病太多，机体上老病死，可是这老病死本来它是属色法，就是物质上的，它不属心法，但我们不可能跟心法离开。就是说佛经在说一大不调，百病重生。我们说啊，那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啊，一大不调，百病重生，就一百种病；四大不调，400病。那我们人生的病，虽然生的不管大病小病，身体某一部分不舒服之后，都会影响什么？都会影响全身，全身的一个感受。这个不安就跑到心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色跟心是不是从色法会连接到精神层次的不安心法？所以如果说我们修行，我只重心法，其他色法哦，巴肚疼、手麻、脚麻、中风拢不要紧，我拢会要修。阿弥陀佛，有影厉害，因为身心分离法，咱敢正经有法度。咱念佛的人，啊，巴肚疼，你爱处理也免。你是不是爱吃药啊？你敢会讲哦？我注重精神层次就好，喙齿疼，免去找医生。不是，它本来就是连贯的。所以我们是重色法，再来调心法，还是心法
再来解决设法，它是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讲咱分配，为人重设法80%，啊，心法20%，为人心法80%，诶，设法破破安尼一过就好，20%，这是比例问题啦，是不是比例问题？哦，因为要求度不一样。